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吃到这么热乎需要吹的爆米花。我满意如框，这得多幸福啊！哇，它都粘在一块了，就是可以这样吃啊！洒了，像一盘散沙。我是要等一下我再说话嘛，是不是人来的不多？嗯哼，好吃，挺好吃的。这，怎么回事？挺好吃的，就是因为是自己做的嘛。我先放到这上面，哎，我先放到这里不行吗？就这样放到上面。啊，这原来还可以掉到裤子呀！不好意思，我的裤子和我的衣服不是很搭。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好的，你们也是，因为这是室内最好。晚上好，我加了很多很多糖。果然不能边说话边吃，边吃东西整个脸都变形了。我这个可以稍微拿近一点吗？我好像还是看不大清楚。对，拿到这里哈，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小开门，咱们的这个视力就是说有一点点不清楚。总是有办法。我是不是不能再啊？我今天吃饭的时候咬到了我的那个口腔黏膜，是没必要这么专业。然后好疼啊，就是整块肉就被我咬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就好疼好疼。穿秋裤是不是有点早？现在有人问穿没穿秋裤。可能我今天就只是端着这么一个盆跟大家聊天了。阿、啊、要转多久播？不知道哎，我也希望快点播吧，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播。什么爆米花？普通的就是那种爆米花加糖，加糖那种爆米花。都穿棉裤了，你坐在哪里啊？哎，这种是团一团的。好吃啊，嗯，把它放到一边，不然我好像一直会吃，停不下来了。真的吗？你们那边穿棉裤了？我吃到硬了，该怎么办？这种直播的时候，心理活动非常紧张。啊、哦，有纸巾。嗯，你吃点啥好？他们给我准备了辣条，但是我吃不了，因为我嘴巴里边刚说的会痒。还给大家变个魔术吧。大家看到这个吗？大家看啊，
是不是很厉害？大变红薯，哇，这红薯看起来也不错。大家要不要来一点？我先掰一点点。这是大红薯，哦哟，这么大嘞！等一下啊，等一下，稍等片刻。哎，我就是我之前，加一点料，是那种蜜薯，烤的蜜薯。那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从来没觉得尬，但是我之前现在我突然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就是除了吃东西不知道在说啥了，你前两次已经输出完了你知道吗？甜吗？甜，好甜啊。这就是那种蜜薯啊，大家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吃那种外面卖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的，我也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就是那种外面会推着车卖那种烤红薯，又便宜又好吃，真的很好吃。小时候就会吃那个，你们那儿有是不是？哎呀，真的好吃！我也很久都没有吃过那种烤红薯了。现在买的应该都是那种，对，就这样。要不就是一些商店会有卖的烤蜜薯什么什么。学校外面有卖的，想吃烤地瓜，冬天就是跟烤地瓜一定要。紧紧的粘在一起，那冬天真的，而且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很喜欢吃烤地瓜，但是我喜欢吃玉米，然后每年冬天卖烤地瓜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卖玉米的季节能快点来到，一般卖玉米就是从五月份开始吧，我记得好像是我们那边，然后就会有那种那个时候觉得是爷爷啊，但现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叔叔，因为他们那会儿年纪也不大，但我是小孩嘛，然后就会骑着那个自行车，然后外面后面就那个自行车后边就放着那种布袋子，就现在大家可以在家里做那个希腊酸奶那种布袋子，然后会里边会放那种玉米，而且是带那个外面那层皮儿的，对，然后他就会说那个开着车就会在那喊说卖苞米卖苞米这样，我们那边是说卖苞米，我不知道大家那边那个网友们你们那边都会说什么呢？那边有苞米哦，苞米啊，哦，就是那种烧烤苞米，不是玉米，我这个对有点痛痛。对，今天我来带大家回到1994。哎，不是1994，我那会儿记得也差不多是1998年吧，6岁6、7岁。因为我都差点站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印象很深刻，卖苞米，而且好便宜的那个苞米。然后我妈妈冬天的时候就会我们一起，等公车回家，就我妈妈下班，然后我放学就等公车回家。的时候在车站就会有卖这种烤地瓜的，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吃烤地瓜，我喜欢吃地瓜皮，不是吃外面，是吃这个里面。但是你看像现在它可能就是它分的还挺清的，你看这个皮就是皮，然后馅儿就是馅儿了，就是啊，就是这种地方你们看看，就是这种地方就有稍微烤焦一点的黑的地方，巨好吃，冒糖汁了。对，我就喜欢吃那种地方，你就觉得那种地方味道很浓，但是这个整个就很甜，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自然烧烤自然烤熟的那种苞米啊，不地瓜，所以它那个它那个皮儿和它这个粘连的特别紧，
然后每次都要把那个里边那一层使劲咬一咬。既然有人提到炒栗子，那么我们就要来变魔术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不说贴秋膘嘛，然后秋天啊秋冬这种季节就会让人想起这种深色，不对，是南瓜色系的啊。今天你看还有这种柿子，还有这种板栗，哎呀啊，真是的，又到秋天了。嗯，先我把这一口吃了。糖葫芦啊，有糖葫芦啊，这里就有糖葫芦。哎，你们想到能贴秋膘的一些食物，然后都被我们工作人员想到了，都准备好了，入冬必备。嗯，我以前还发过一个微博说，我跟糖炒栗子吵架，那个时候还真的是一个不知道脑袋在想什么的女孩。跟糖炒栗子也能，就那个时候我老长痘，吃糖炒栗子我就上火，然后就会那个什么呢，就会很生气，长痘就会很生气。没有棉花糖，这冬天跟棉花糖有什么联系？游乐园跟棉花糖应该有很大的联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童年的一些食物会让你跟现在你，比如说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烤地瓜，还有烤玉米啊，不，那个不对，玉米是蒸的，哎，什么什么样的都有，煮的、蒸的，然后烤的也有，还有炒那种玉米粒儿的，当然炒菜的打的那种玉米棒。哦，还你还记得这个吗？童年回忆。哦，今天真的是回到1998。嗯，嗯，我好怕我在咬到，这个很好吃。这个上面加巧克力吗？没有吃过。嗯，这不就冻眼睛？但这个不是冻的吧？对，这就是雪梨，应该是。我这里叫米泡，他们说。超级绵羊，嗯，这叫什么呢？这叫啥？玉米棒。玉米棒，我们叫糖拐棍儿。糖果果。糖拐棍儿。糖拐棍儿。老人糖拐棍儿。糖拐棍儿。嗯，它也不是糖做的呀。地瓜也有几种叫法，你知道它的其他叫法吗？红薯，嗯，地瓜好看。还有啥？还有啥？番薯。啊，番薯就好像很可爱耶，好像好了，我们都说烤地瓜，烤红薯。你想到我好想吃烤番薯的时候，就觉得。哎呦，你说少吃点上火，我帮你拿来，我帮你吃。啊，你们那边是哪里叫山药啊？这个叫山药啊？真的吗？那边是哪里？那山药怎么说呢？对，那山药可能还会有别的称呼吗？如果这个也叫山药的话。
嘟嘟嘟嘟嘟。我后边的娃娃很可爱，有人说，这个是上次我就好像是来推销娃娃的似的，这是快手娃娃了。我们的小趴菜，看看他的嘴，撅着。哎呀，我抽筋了，等一下啊，怎么会这么尴尬呢？直播出去，哎，这感觉像我在放屁，讨厌，不要暂停在那种画面。哎呀，没事，刚才没事，我不会被禁的吧？讨厌。缺钙会抽筋吗？啊，我小的时候经常那个睡觉的时候，就学跳舞那段时间，我经常睡觉的，那可能是长个儿吧。后来我看，经常抽筋，尤其是我的小腿。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回事？我就会半夜笑醒，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那种抽筋那个疼痛吧，就是既酸爽，又。我说不出来，就是又会很想笑，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又会觉得每次就是它马上就要好，尤其是就那个小腿抽筋儿，它会连着那个整个就是脚底板儿，然后那个指头就会这样吗？天哪，我是不是跟大家透露太多个人的一些事情了？然后就是等他这样的时候，就这样抽筋之后呢，慢慢的就是你这样稍微揉一下你的小腿或者说你的脚底板，它就会稍微好一点，它就会缓过来那个劲儿。然后我又会自己这样绷脚背，就大家知道绷脚背嘛，就是学跳舞就不就要绷脚背嘛。然后这样绷脚背之后呢，他又会抽筋，然后我就会很开心。反正我差点都哭了。对，就是每个人抽筋的反应不一样，但我抽筋我就会就又不舒服，但又很想笑。啊，我现在这个坐姿也很容易抽筋，尽量少翘二郎腿。你抽筋还挺开心，对，就是又开心又不开心的一种心情，痛并快乐着。嗯，压脚背很疼，压脚背，我忘了那种感觉，好像压脚背的感觉。说实话，也是很久都没有再回到排练厅再去。热身之类的。热巴会粤语吗？大家好，我是Dilireba。秋膘吃肉，是啊，是得吃肉。但今天准备的很多都是，因为我今天中午吃肉了，然后就咬到了。我们那边刚才我们还在聊呢，说就是想吃肉的时候就会咬到自己那个嘴巴里面的口腔黏膜或者舌头啊。什么上链接？我没有看清楚。啊，他倒下了，小趴菜真正的趴下去了。哎，有人喊我妈妈，天哪，可能妈妈。对，后面的娃娃掉了。腮帮子，怎么啦？红薯不能和柿子一起吃。为什么？你笑一笑。哎，我刚没有笑吗？你笑。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石教？怎么大头怪了？
容易得结石。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柿子不能和牛奶一起吃啊，我真不知道。嗯，你们刚才就是这个镜头在动的时候，大家把这里边的东西全看了个遍，然后有人问我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那个。要不趁机介绍一下秋日主题汤。哦，秋日主题汤啥了这是。秋日主题汤其实就是一汤来的。哎，但是就是我怕这个一会儿声音会很大哈，大家。然后我还得把这个移动一下。把那个机器拿下去。啊，好呀。我移动一下。我没有瘦呀。就正常的呀，会唱山歌吗？热巴，好像西瓜已经过了他要上链接的时间了，那不是已经秋天了吗？卡了吗？没有卡，就是，哎，大家会这样吗？就。刚卡，就会这样。我经常和我妈妈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就是会啊，妈，这样卡住，然后我妈妈就哎，喂喂，哎，她就会这样。卡住了，真的有人说卡住了。啊，等一下那个汤啊，就是大家就是自己做一下就好了。啊，等一下，但是我们这汤里边是不是还得放点这个呢？对吧？梨切好了。啊，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完全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哈。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来教大家做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我自己平时的话，我不会叫外卖。我走了，今天这个直播，这是不是有点大？翻车，大翻车！就咱先想着自己的开心呀。啥呀？糖、话梅、陈皮、枸杞。哇，这个好香啊！就像那个小的时候，大家玩扮家家酒的时候就会放，过家家不是扮家家酒，过家家的时候就会放那种，那个小小的一颗一颗的那种小盒里卖的陈皮丹。对对对对，那个我真的超爱吃。哦、然后我们就演那种，你是医生，我是患者那种游戏。一些小游戏，这也不用全放吧。嗯，适量。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一些就好了。刚才那介绍的没见听到了，反正不是我说的，然后你就看我们场外的专业的指导。喜欢吃糖的多放一点冰糖。放忘记放水了。真的会吗？然后放一点水，好像你摸过它。对，嗯，我已经感受到那种酸酸的味道了。好嗨哟！有人说，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声音哈，有声音的话我们就好一个半小时，等我们直播结束了这还没煮好。好的，我们就让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咕噜咕噜的声音伴随着我们入眠，请大家把你们的这个叫什么，哦不会，就是这个蛮大的，这叫什么名字，哪个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假装没看到。嗯，不是吧，嗯，唱歌我好像也不是那种音乐类播主，我唱歌大家会散了的，你上次直播的时候有编一首那个自己的给自己的菜编一首歌，你还记得吗？边跳舞边唱，真假的？什么时候的事？上一次直播吃火锅吧，再上一次，再往上一次，还记得吗？做饭，我总有一天要把这些直播全删掉，我真的有吗？现在那个回放是吧？把我删掉。你唱歌很好听，有没有？哎，我真的。感谢。不要再点歌了，各位，我不会唱歌的。我唱歌，跳舞，那我就出发了呀。怎么今天非要看才艺展示呢？快过年了是吗？粤语的什么什么怎么说，俄式比心是什么样子的，俄式比心，想听土味情话，土味情话，我想一下，我最近没有看到什么土味情话，你们是有延迟吗？为什么还在说唱歌跳舞的事儿呢？哦，这是在那个全国榜。等一下，这是我吗？全国榜第十四名是我吗？对。冲啊家人们，铁子们往前冲，天哪，14比上一名差1.8，哇，这什么神奇的事情，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突然出现的胜负欲，真的有延迟是吗？哇，上海第一名，粤语我喜欢你，我不会说哎。热搜第一，你冲不冲？是热搜第一吗？冲冲冲！唱出来了。
想不想要全国第一？那好像是我想就能上全省。遇见就是缘分，遇见就是缘分，关注我一下呗。这上面写的，记得早睡早起。很显然，今天注定无眠。全国榜第十名了。各位，榜一大哥，加油啊！榜一大哥，榜一大哥，榜一大姐，加油！为什么都要说大哥大姐呢？说不定人家真的比我小哎。这个得第一了，能怎么样？资源位爆棚。啥资源？就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你的直播。然后他们现在都来看你的这个秋日贴标，如何贴标？就把标贴上去就是。哦，真的？什么头像变了吗？嗯，啥意思？变哪变了？变了，有粉色光环这个。哦，那还能再变吗？朋友们加油！我不知道这个事，我就觉得挺好玩的。能上热搜，嗯，今有人说今天的主题不够高档，家人们再加把劲儿，家人们再加把劲儿，燃烧吧数据之魂。为什么？什么是俄式比心？可不可以给我搜一下？大家都在说这个俄式比心，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啥意思呀？是我们都啊？哇！等一下，等一下，就是锁了，锁了，是这样吗？我该不会顺利一次达成了吧？不是吧，这么简单？为什么是俄式比心啊？真的吗？我做对了，我做对吗？这个手势还有猫头鹰比心。猫头鹰在哪？等一下，等一下，猫头鹰是哪一个？第二个。哪个是猫头鹰？第二个是。哇塞，等会儿，哎，我怎么感觉我手要抽筋了？嗯，这是这样吗？是，不会是真的吧？是这样吗？这个好像我们那种古装剧里面要施法手势啊。不用送礼物，大家。哎，我真第一次做我就做对了，看来我很有那种跳手势舞的天赋。反了反了，没有，是我刚才这样。全国第六了。第一能怎么样？第一能怎么样？突然这个胜负欲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个小小的字条啊？到底哎，我有点飘出来了，挺香香的。全国第六了吗？我日我日，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动画可以跟我推荐推荐？把汤忘了，没有忘，它就是一个全自动，就是在这边一直熬着。对，什么啊？哎，好可爱啊！
什么？有人在看《与君初相识》动画，动画。嗯，啊、哦，手势我不太行哎。挺好玩的，就是只是看着不说话的话，就感觉在跟大家聊天。小时候我有好多那种小小的漫画书。为什么说这个突然间？不用不用不用，大家不用冲那个，刚才就是玩一玩。就看看直播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有用啥用，其实对，所以大家就聊聊天吧，好吧。哇，这么多，我稍微记一下，有些我自己知道，有些就没看过的我也稍微头脑风暴记了一下。哎，你有人在看《你是我的荣耀》，我说的是动画。嗯，他怎么暂停了？哎，这个图案吗？安乐传，我可能不知道呗，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出呗。一般看什么剧？嗯，啊，这个里面有我看过的。我最近才看完的，嗯，就是，嗯，《等公诉精英》动画，新剧《公诉精英》要播出了、嗯，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吗？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检察官。安妮，然后是一个非常冷静又很聪明，然后有自己的主见，并且嗯，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女性。嗯，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因为其实嗯，大家也我就看到也有在讨论的嘛，因为前几天也发了那个视频嘛，对吧，然后大家也还挺期待，我也挺期待的。哎，刚刚弹幕有老铁问你，就是对女公诉人的工作有什么感触吗？嗯，像之前看到的很多影视剧类型的作品的话，很多都是讲律师的嘛，就是可能没有太去关注到就是这份职业。但是当我自己去演绎这个职业的时候，发现哇，就是他肩上扛起的责任很多很多，然后而且他们每一次要去做一个案子的时候，他们都要去储备很多很多知识，就比如说关于电信诈骗的话，那他们就需要去完全的去了解这个电信诈骗从头到尾的一些这些犯罪分子的一些思路啊，他们怎么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包括这些是怎么运行的呀，就类似这种，就反正就是挺多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行业，他们需要。这个也跟演员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去饰演角色的时候也要去了解这个角色他这个职业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跟我们这个是有一点相似的，但是当然他们是更加深入的，更加全面的去了解。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蛮辛苦的，尤其是每次我去上庭的时候，嗯，
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感觉很真实，我感觉像在做采访，就是觉得很真实，然后就觉得哇，如果是真的我在这里上庭的话，我真的会很紧张，我的天哪，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台词的，我们也知道剧情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真正的公诉人，然后站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办，就是我有那种代入感，我会觉得哇，我一定会很慌，我一定会就是出汗，我一定会很紧张，对，就是真的挺难的。嗯，希望大家看公诉精英的时候也能够带大家去了解检察官这份职业，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了解，然后也有跟真正的检察官们去聊，然后去饰演这个角色。就刚刚弹幕老铁、有人在问，就是说你前段时间不是拍摄了很多时尚大片吗，然后你自己最喜欢的造型是其中那个，嗯，最喜欢的造型，没有最喜欢的，每一个都挺喜欢的。嗯，因为其实这种问题也会问到，就是有一些采访会问，就是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其实都很喜欢，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都付出了精力和时间，所以每个角色都很喜欢。也像这个刚才说的，就是杂志啊、拍摄啊这些，也是就是。因为不是就是呆呆的坐在那里就好了嘛，就是它是需要你去想的，去展现这个衣服的，包括你的肢体啊什么的，都是要靠自己去想的，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创作吧，一个时间比较短的一个创作，所以其实都挺喜欢的造型什么的。汤冒泡了，没有，它就是呼气，就在出那个气。哎，我耳朵好烫，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对面的你们不要说我坏话，我耳朵真的很烫。哎，这样的话会诅咒大家拉肚子的。好，咱那热气也太紧张了，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直播，所以就比较紧张。不是，你们那边是有人想吗？反正我从小就是有人骂你才会这样。耳朵烫，而且两个耳朵烫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意义，含义不一样。谁说我坏话，谁拉肚子。腹肌都笑出来了，哇，那你练腹肌真的很简单哦，不需要付出时间。你只要笑笑就好了，你是个很好相处的女人吧？这是上一次的梗是不是？这个话怎么对眼了我的？吃播好多好多回，然后说啥后面没看到，哎。这就是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呢，我没有看到后面的字。搞笑女是你吗？哎呀，你是懂艺术的，你是懂我的。
很好相处的。哎，刚才哎，我总感觉我好像错过了一些可回答的问题。嗯嗯嗯嗯嗯嗯看看普及，哦，靓女，不要再夸我了，我会在这一声声靓女中迷失我自己。领子乱啊啊！明明调过的。哎，这个趴菜哥真的趴下了，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名字给你取的特对？你站好，你看一下嘴巴，哦。二郎腿，但我放下的话就是我没法撑这个手了，咱就是说我只能这样坐着了，正经的坐着跟大家吃播。它像萝卜，它是萝卜吗？它是什么菜啊？它什么菜？小白菜。小白菜，哦，它是小白菜，它不是萝卜。不吃东西了吗？这不能是吗？刚才就是这些就是做汤的一个原料。嗯啊嗯来吃个板栗好吧。哎呀，我刚才拿这个板栗啊，不是，就你们怎么开板栗呢？就我是拿这个指甲，就当指指甲这样给它划一个口子，拉一口子，完了就给它一掰，从中间就这么裂开了，对吧？然后我刚才这个板栗直接进了我的那个指甲缝里，就跟容嬷嬷扎针似的，就咔的一下，好疼啊！上萝卜是吧？我以为它是萝卜的。这不是茶吗？嗯，泡菜炒米粉啊，我吃过吗？因为我一直都吃鸡炒。用牙咬，嗯，倒也不是不行，但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卫生。有点想睡觉，然后困了你就睡吧，就是个睡眠的直播。对，他不知道说点啥，现在我只能回答大家的问题。想吃糖炒栗子，嗯，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散步溜达溜达，然后就去买糖炒栗子。嗯，这个信息代表什么？好像也没什么意义。这句话说出来，就反正就是我也一直很喜欢吃糖炒栗子，但是之前是一吃就上火。一个人直播吗？那。你什么意思？你在干嘛？我这不是在直播吗？有力气的女人，嗯，看不到了。豪华炒米粉是什么？这是一种新的品味吗？我好像没有吃过哎，豪华。我也吃过，好吃的好吃的，糖炒栗子和冻栗子都很好吃，栗子就很好吃。
无论人和。吃过冰糖葫芦吗？怎么可能没有吃过呢？真的。我不爱吃栗子，有人说。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啊，宽粉啊，等一下，刚才哦，这还可以回看，原来是这样。宽粉加肉加馕，豪华炒米粉啊，要加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不，我觉得这也太豪华了，就是你能吃得完吗？加这么多？就我可能，啊，对了，很多人都会说，那会加那个馕，拌馕这个炒米粉那个汤上吃，对吧？我以前有这样吃过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的话就是可以吃，炒年糕和鸡炒米粉是要分开的。但放在一起也不是不行，但是因为它年糕很容易粘，它就会影响这个炒米粉的口感，所以还是有讲究的。加囊绝了吗？那我试一下吧，我下次试一下，好像没有那么吃过。谁的肚子在叫？肯定不是我的。关于炒米粉吃什么辣这个呢？我以前是吃中辣，然后中度的那个中辣，然后后来。就很小的时候啊，对，十几岁的时候，中辣，那会儿就能吃那种特别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后来，我有试过那个重辣，不是重辣，叫爆辣，在新疆叫爆辣炒米粉，我有试过那个，然后就隐形眼镜掉的那次就是吃的爆辣，然后再后来就是上学啊，然后再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作息啊这种，就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上火这样，你吃那个重辣的话就很容易嗓子都哑掉，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反正上火的时候会就吃辣就会这样，然后我就不行，然后就慢慢开始调到了微辣。但是重辣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哎，而且我说的那个我吃的那种很好吃的米粉，也是在我老家，就我的同款的那个炒米粉，是在我老家。我又咬到了 ！Oh my god！要不要喝点水？好痛啊！别吃了，别吃了，来吃吧。别吃，好痛。脸都红了。啊，好痛啊！感觉我这块肉已经被我咬没了。晚餐有了，晚上吃肉了，朋友们。刚才还问我要不要吃肉的朋友。哇，为什么呀？好重啊，对，想吃肉，吃了，已经吃到了。
哦，可能是因为我那儿不是咬过，然后它就有点肿，所以就很容易再次咬到。还有五分钟结束了，压力大吗？别吃东西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说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真的。从小就是这么教的，但是，嗯，这不在直播吗？我看过那个给我推荐动漫的朋友，咱也就不说名字，但是我看过你推荐的那些，不是那些，上面也有几个我看过的。有什么新的一些动漫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刚才其实已经推荐过了，那咱就不再重复。哦，还有人借助这个平台去表白自己喜欢的女孩的哦。嗯，啊，是吗？那个很，最近是大家都在看那个吗？我去找一下。嗯，这个还得再蹲，它上面写还有59分钟。哇哇哇哇，等一下等一下。哦。推荐点好吃的东西。哎妈呀。推荐点好吃的。嗯。推荐点好吃的。怎么办？因为我喜欢吃就是面包类的东西。但是呢，嗯，也只能推荐这个面包。就是那个盐面包，大家有没有吃过？它就不会太甜。还有啥面包？肉桂面包。哦，嗯，还有就是那个恰巴塔。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几个，因为它也是分店的嘛，所以因为店太多，我也记不大清楚。就而且我们所在的地区也都不一样，而且我是到哪里都会去尝试一下面包什么的，所以就。大家可以去试试我刚才讲的那几种。嗯，酸奶疙瘩推荐哪种？这个就只有一种吧？你就搜那个就有了吗？我看过，上面有一个那个动漫，我看过。嗯，喜欢吃咸味的话就可以试试那个，试试我刚讲的那个面包，挺好吃的。下次慢点吃，我没着急，刚才其实主要是我那个今天本来就咬过了那个嘴巴，所以就里边就有点疼，可能是稍微有点肿。我真不告诉你我哪个看过，但反正我有看过，你们说的有些我都看过，所以我才问大家最近在看什么。那个我也看过，上面那个7个字那个。5个字那个我也看过。可以准备试啊？真的吗？嗯，好呀，那你就，好了，那我就去看动漫的朋友们，拜拜。一个干脆的拜拜，每次我们的仪式都要进行一些。哦，刚才那4个字的我也看过，刚才我有看到有人在刷。哦，这个我也看过，这个4个字我也看过。那嘿，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秋天到那个冬天的这个过渡的期间，可以，就是。
窗户厚一点，然后不要着凉，不要生病，然后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就最近这段时间，不是最近吧，好像有几年的时间，觉得就是自己的心情开心一点会比较好，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有想吃的东西就去吃，就这样。要健康的饮食，不要咬到自己的口腔黏膜，会真的很痛。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你这样我会很尴尬。